正则嘛，好几千例的。活动中心好热闹，外头办捐血，里头有造血干细胞验血活动，连一群救国团志工也来响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对啊，因为觉得就是捐血也是帮助人嘛，那像这个就是造血活动也是，其实也是帮助别人。你们的同仁蛮热心邀约的，对对对，然后也是想说，如果真的可以帮助到人，也是不错的事情。好事一起来，有人是路过，而这对兄妹则是有备而来。我是刚好因为下个月满20岁，然后我爸爸也刚好是17了，然后所以就跟我说，就是送给自己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刚好帮助别人。老师可能上课的时候会利用生命教育的时间跟我们介绍捐骨髓这个活动，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善事。其中陈小姐也在建党队伍中，因为弟弟曾因急性白血病接受捐赠。我弟弟受捐赠之后半年，那他也没有撑过，但是我觉得因为在途中接受很多人的帮助，那以我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的确看到很多人他也是需要帮助的。我们把这个资料库的一个资料能够再多一点，然后我们这样配对到的几率就高一些。不管是受助者翻转手心，期待每个善的念头都能实现助人的愿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志忠、王淑桦台南报道。接着关心。